就是20岁，70万，对不对？也是那么辛苦，就是很累，那个这个肝啊肾啊，这是用命换来的。对，就是想在买棺材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存钱买棺材那个薪水，20岁真的算超高了。对，这样子我是觉得蛮高的啦。那但那个男生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觉得哎、欸、这女生还女朋友还不错嘛，因为他就一直跟着我这样子就还不错。那时候觉得压力很大，我想说我要去外县市去旅游个5天4夜，想说去放松一下，就邀男朋友一起去。那我知道他没有什么钱嘛。那旅费当然就是由我出，我就出个3万块这样子。回来之后2个月，那男生就跟我说要分手。为什么？我说怎么了吗？我是哪里做不对，还是因为我的工作太忙了，所以没时间陪你，你才会这样对我吗？他说不是，是因为我朋友都说我是吃软饭的。哦，他说你真的很伤，你女朋友的薪水这么高，都是女朋友养你吧？你怎么都不找工作啊？你怎么那么逊啊？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他又是狮子座的，爱面子，然后就也是因为我太没有在关心他心理，所以因为钱都是我在出，然后我都跟他朋友讲说，哦，没关系啦，就是我出就好，因为平时吃饭也都是我在出。哦，他觉得他没面子，就变这样子，所以就断掉。那宋北也被骂了。我是觉得方向这样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对象。你喜欢这种？我觉得很 OK 啊，因为现在这个世代男生女生不一样了，所以女生比男生有税了。对啊，这我觉得很 OK， 男生好好顾家，或者是当小舅岁寒就好，没关系，不要 OK 啊，软一点就好，这很 OK， 吃软饭没什么嘛，真的。但是有时候不只是这一些，就是1到10，有时候不止这些，有时候是可能外形的问题，比如说身高差。女生太高，这样面子来，对男生是一种负担，是一种压力。你现在我是巨高啊，几？我175啊，哇，太高了，你比很多男生都高哎。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医生，我今天站过来，医生，医生要这样羞辱医生啊？医生，你是不是还装瘸子啊？你先天性的这个医生。你可以借你应该是让出门医生搂，你要这样搭肩搂，对，这好怪，我要搭肩搂。不是，我有男生朋友说勾我的肩膀很像在伸展，对，因为手真的弄不好的话会拉到。真的，这正常，假装他合照勾肩看看，给他看看。这怎么怪？真的很勉强，真的很勉强。我身边周遭太多男生真的嫌弃我的身高，而且我就是长得高以外，然后又比较壮一点，壮还好，就是壮还好。像医生这种，我可以，医生这种我可以给他公主抱，真的假的？你可以公主抱，他不止腰细，你可以抱医生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他去健身房推那个举推脚那个，他是都是做100，好公斤，公斤，对，他一点是女篮的。对啊，你可以抱吗？真的，哇！好有道理，你顺着人家一点。罩不住，完全没面子。几公斤？我52，52。我以为你要问我几公斤。你这个很适合把玩的。不要这样说，感觉啦。姐，传给我，传给我。而且有一种，哎，有一种很奇怪的话，可以玩一个，就是狂甩他吗？你要当那个娃娃，自己的。张嘴巴就好了。我是医生，你好啊。瞪志宏大那个副眼。对，那个副眼。做副眼。Sorry， 医生他还是有他可爱的地方，而且有价值。所以你身高你会有碰到困难很多。我从小到大，因为我小学毕业就170了，哇，所以我从小碰到的所有的男生
就算是不是心仪对象，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喝酒，然后玩那种真心话大冒险，然后男生就会说，哎，那刘璇你可以吗？他说不行，太高太大只了。男生私底下也会讨论，他们都会说我身高太高，完全没办法列入就是心仪的对象，连心仪他们都觉得没办法，他就觉得我太高了。1752，太高了，真的啦，那怎么办嘛？找猫找180以上的，对啊，没有，因为180以上还有一个重点，男生只要低于183，看起来都是我高，因为男生的比例来讲，我的腿对，然后我穿一穿短裤，我看起来永远都比较高。那你的另一半不在190了吗？好难找哦，黑人哥，黑人哥你们190，我想来求援，你这样。不止你这样穿起来185，比例看起来就更不会穿，那只有球员呢，平时不会穿高跟鞋啊，只有球员高，好高哦，我平时不会穿高跟鞋嘛，但腿好长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梦想家缺四号位，我扛一下进去，你会打四号，帮他进，我以为你要帮我介绍什么嘞。我扛个进去啊！那你要没有五次犯规吗？你要等到活结长出来，赶快他的脚可以直接跨到医生肩膀。哎，你刚刚算都算是比较高的，偏高，这边都是我们几个都是高的，对啊，而且他们两个我觉得还比较幸运，他们是高，我是169。哦，那你唱高跟也是很标准，差不多也175，这很标准，所以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扰。你也会，我是168，所以我们其实都差不多有这种困扰。而且你们是瘦子，我是胖子，你不胖，所以我就常常会被男生嫌。真的，你只是骨架大啦，你人怎么那么好？我是真的很厚实，然后我胖的时候是可以到，怎么可能？